前三个传送中都还没有人接收啊。哦，一个 JJ 米林俊杰，对不对？哎，哦 JJ 米接受，对对，他们是他现在拿手机给他的朋友们看，加油加油，算了啦。我觉得要，哎、欸，站起来。你会知道可以不用通过网络立即跟附近的 iPhone 分享照片或文件，但如果你收到这样的一张照片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过来搭讪我的话，直接获得500块。 Lisa 女生拒绝，一个 iPhone 2接受。今天我们要 airdrop 把奖金给陌生人们， Let's go， 直接拿走就可以获得这100块。开始搜寻，先发，紧张。看有没有人走来，我们刚才特地把名字改成女生的名字，想说接受一个会找到。对，你叫女生名字。对啊，我现在是李周怡。他们收到了。这是小游戏。直接拿。真的可以拿吗？真的啦。没事啦。没有。不好意思。不会，真的。他这个是要干嘛？我们在测试 AirDrop 可不可以用。好。好了，你拿走了，真的，100块奖金，感谢你们不怕陌生。拜拜。突然看到刚才那个滴滴发了限动，拿到了100块，觉得得到了一个救赎，简单的满足。我们要来偷偷把这个100块藏起来，等一下收到 AirDrop 的人会不会找到这张100块？我们来藏哪里呢？后面这边，我觉得蓝色上面刚好是一个玻璃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在这里。拍下来，我把我看一下有谁。好，有一个 iPhone 已拒绝 ，Worky 等待中。哦，有一个传送了，来是谁呢？那个，是他们吗？挑战者准备去哪？大喊妈咪你在哪里，获得300块奖金。这边野餐，哎，这边人蛮多的。贝多芬失败，哎，有两个 Cam 跟你爸爸，传送中已传送，你爸爸已传送，在哪里？你爸爸在哪里？ Cam 已拒绝，找不到任何人，这人比昨天绿沙都还要多。哎，我们的 Team 哥哥饿了，现在也12:57，差不多用餐时间。哎，都会有人在那边看，然后我跟他招呼，他们就哎。你是在干嘛？你是传那个 AirDrop 给不认识的人，然后给他们小任务，如果挑战成功就可以获得一些奖金。这边有一个，哦，这个传送了。反正他们会接受到我们的小任务啦。你说什么？你刚刚再说一次。你再说一次。你再说一次，好丢脸哦！不会了，刚刚叫了。妈咪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超屌的！拜拜。很赞啊！他直接叫出来。你觉得我们这次要出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有想好了吗？应该也是大喊类型的吧？来喊个我好饿。有点短呢，不然就站起来，我要开动了。好啊。原来这怎么回事？刚刚有人传音唱给我们哎，怎么还有这种事啊？好像是隔壁传的，那个好像他们传的，因为我看到他们的手机上有那张陷阱卡，有张游戏网卡，应该开始收到了。奇怪，今天学校是很喜欢传这个陷阱卡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每个都传游戏网卡？对，跟你讲，我们现在任务去找这张是谁发的。没有看到哎，好，现在有。哦，有个传送中哦，都传送中。现在目前三个传送中都还没有人接收啊。哦，一个 JJ 米林俊杰，对不对？哎，哦 JJ 米接受，对，他们，他现在拿手机给他的朋友们看，加油，算了啦。我觉得要，哎，站起来。刚是谁收到的？我收到了。哎，收到当下觉得怎么样？怎么会有这个突然的一个？怎么这么莫名其妙？是不是？对啊。好了，恭喜你啊！我三百块奖金。真的假的？
真的真的，拜拜，祝你们用餐愉快，拜拜。猜拳三战两胜，赢得获得300块奖金。而且我觉得有猜拳其实算蛮强的。开始搜寻配对，多一个 iPhone。可是我都没有看到谁。来了，那里那里。你先。他直接看到我。是你吗？是我。我们三战两胜。好啊。你赢我的话，这300块就给你。好啊好啊。我猜拳蛮强的哦，第一把哦。好、啊。点到时候不。哇出第一把，好、哦，来哦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有表演实际的，来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哈哈哈，对 ，OK OK， 谢谢谢谢，好险有守住这个300，我突然闪尿了一下，对对对，目前还没有人接受，刚看到手机的时候觉得是接收到的，都有点刺激，哎、欸，是他们，他们，他们，他们。要不要玩一下？要来 PK 一下吗？这我每次猜拳都输哎。三战两胜。好。对，给你一个机会。我猜拳很强哦。你猜拳很强。对，真的很强。三战两胜。那我输定了。剪刀石头布，两手布。对，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布，有没有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结束了啦。好了，恭喜你。OK OK， 拜拜拜拜拜拜。现在另外一个企划、哦，先由台南百万 YT 走在台南市区。哇，今天气还算蛮凉的，对不对？蛮凉的。我们待会要去吃很多民众留言给我们的台南小吃，那我们来去做个评分。那你是 YouTuber 吗？我是百万 YT， 嘿，你好。然后这样，要跟店家打招呼。那女的好傻眼。来搭讪 Team 直接获得500块奖金。等待中非常之紧张，因为这个其实变成好像是我在搭讪。这边有段我们没有录到，就是有一个女孩突然拿着手机走向厅。别人会不会？你是来念书是不是？那你刚才看到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诈骗之类的？其实我刚刚在看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走过去搭讪？说看有没有人搭讪。打开我们是三个麻瓜，双鱼小兵，小爱，这里是 VS 米莉亚。想要更多人看见你吗？欢迎来投稿，投稿连接赞。恋爱直接获得1000块，过关啦、啊，所以奖金会比较高一点点。这附近其实人算蛮多的。Hello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巧克力餐巾。你可以考虑把你的那个 AirDrop 打开一下。开了。你是 LSY 吗？对。有一个人现在那种出现了，他有接受。好尴尬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现在有一个接受哎，是怎样啊？你的暧昧对象就跳出来耶！哦，超级多，我觉得应该是他。好，是你吗？要不要挑战？我这样是他要挑战。不行啊，一定要你啊！为什么一定要我？你收到的，要不要？在这边喊吗？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来，这个麦克风给你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一次喊到他觉得 OK， 不然你是 Universe 吗？对。好，原来是你。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接受挑战。你要吗？要的话就喊，啊不要的话我们就回去吃饭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